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砖头。今天我将对我新买的这台离变器，对它的输出电压、频率、波形和转换效率进行综合的评测。评测的工具还是一台示波器，一个前行电流表。我们先对它的输出电压、波形、频率进行一个测量。朋友们，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这台离变器输出的频率电压，电压为220.7伏，频率为50赫兹，标准的正弦波，标准的正弦波。我们现在将要对这台离变器的转换效率进行评测。大家都知道，离变器的转换效率是越高越好，当然厂家给的数据不一定准确。今天我将用数据说话，这是电流表。我们先测这台电源的输出电流，将电流表打到直流电流档，来拿过来，电流是39安，输出电流是39安，现在的电压是25.3伏。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，看，39安乘以25.3伏等于一个986.7瓦，我们现在继续对离变器的输出功率进行测量。我们将电流打到交流档，看，这是输出电压，输出电流，电流是4.15安，大家是否看清楚？4.15安。4.13、4.14、4.15、4.15安，看，4.15安乘一个电压是220伏，220伏等于，我们用计算器，0.15乘以220伏，等于913瓦。913瓦。经过我们的实际测量，电池的输出功率为986.7瓦，离变器的输出功率为913瓦。我们现在根据实际测量的结果进行计算这台离变器的转换效率。经过我的实际测算，这台离变器的转换效率为92.5%，它的电压是220伏，频率为50赫兹，输出为纯正弦波。应该说，这台离变器的性能是相当强悍的。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拜拜。